把这个菜吃它啊，这个水烧上了，11:47晚上，以后要优先吃菜，要不然这个菜啊，当天不吃，第二天就烂了。这个都刚才有个小苍蝇落在上面吃了，这个是小白菜吗？啊，不是，这是生菜，对，生菜。昨天一位朋友在国内买的生菜，说生菜比较不错。我说这边的生菜都是那种圆的、团的一团生菜，都让我扔了。你看，刚说完，这边就发生菜，一大颗生菜啊，把它吃掉，给它洗完之后拿水一煮，煮着吃啊。之前我全扔了这个生菜，叫莴苣，这边叫 lettuce，LETTUCE 啊。好了，开始吃，优先吃蔬菜啊，因为胆固醇高嘛，蔬菜吃太少了，得调整饮食了。